皇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沉而聪明。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，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争于。是轩辕乃惯用干戈，以争不响，诸侯咸来兵从，而蚩尤最为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亲临诸侯，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得正兵，制武器，役五种，服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皮貔貅出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，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，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擒杀蚩尤。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，代神农氏是为皇帝。天下有不顺者，皇帝从而征之，平者去之，披山通道，未尝隐居。东至于海，登完山，即代宗；西至于崆峒，登鸡头；南至于江，登雄乡；北逐昏州，合府釜山，而易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失兵未营卫，官民皆以云命为云师，至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万国和，而鬼神山川风禅雨未多焉。获宝鼎，迎日推家，举封后，立木长仙，大红以至明。顺天地之际，幽冥之战，死生之说，存亡之难。石波百谷草木，纯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，劳勤心力耳目，皆用水火财物，有土德之瑞，故号皇帝。皇名家苛察矫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绝于民而失人情，故曰使人简而善失真。若夫控民则实，参伍不失，此不可不察也。道家无畏，又曰无不畏，其实易行，其辞难知。其术以虚无为本，以因循为用。无诚意，无常行，故能究万物之情。不为物先，不为物后，故能为万物主。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有度无度，因物与合。故曰圣人不朽，时变世守。虚者道之常也，因者君之刚也。群臣并治，使各自明也。其时中其身者谓之端，时不中其身者谓之款。款言不听，奸乃不生，贤不孝自分，白黑乃行，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？乃何大道，混混明明，光敌天下，复返无名。习在专虚，命南正众以思天，北正离以思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始复典之。至于夏商，故仲离世世续天地。其在周，陈伯修辅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首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是典周史。会乡之间，司马氏去周氏晋。晋中军随会奔秦，而司马氏入少梁。自司马氏去周氏晋，分散，或在魏，或在赵，或在秦。其在魏者，乡中山；在赵者，以传见论显，蒯聩其后也。在秦者名错，与张仪争论，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，遂拔因而守之。错孙敬是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更名曰夏阳。敬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君，孩儿与之俱赐死杜游，葬于华池。敬孙昌，昌为秦主铁官，当始皇之时，蒯聩玄孙养为武姓君，将而殉朝歌。诸侯之相望，王养于殷。
汉之伐楚，养归汉，以其地位河内郡。昌生吴，则吴则为汉婆长。吴则生喜，喜为武大夫，卒，皆葬高门。喜升坛，坛为太史公。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，授益于洋河，其道论于皇子。太史公是于建元元封之间，敏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失备，乃论六家之要旨曰：义大传，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。夫阴阳，儒墨明法道德，此物谓智者也。直所从言之义路，有审不审耳。常窃观阴阳之术，大祥而众忌讳，使人居而多所谓，然其序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儒者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末者简而难尊，是以其事不可变。循然其强本节用，不可废也。法加严而少恩，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简而善施真，然其正名实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和无形，善足万物，其为术也。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明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，是摩所不宜，止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则不然，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，主畅而成和，主先而成随，如此则主劳而成逸。至于大道之要，去见现，处聪明，视此而任数。夫神待用则节，行大劳则弊，行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。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不死则亡，谓必然也。故曰：使人居而多位。夫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待经也。夫顺则无，以为天下纲纪，故曰：四时之大顺，不可失也。夫儒者以六位法，六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理，故曰薄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末者亦上尧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剪，彩船不刮。十土鬼辍土行，立梁之时，离祸之根。夏日隔衣，冬日露裘。其送死，同棺三寸，举应不尽其哀。教丧礼，必以此为万民之律。使天下法若此，则尊卑无别也。夫事一时宜，事业不必同，故曰简而难尊。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族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常弗能废也。法家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，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常用也。故曰言而少恩。若尊主卑臣，民分职不得相逾越，虽百家弗能改也。昔在颛顼，命南镇仲以司天，北镇离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始复典之。史记太史公自序。史记太史公自序。史记太史公自序。昔在颛顼，命南镇仲以司天，北镇离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少仲离之后，始复典之。